宝贝儿，你今天过生日，我给你买这个要不要？哎呀，老公，别在这撒狗粮了，悠悠还在这儿呢。光说谁不会啊？看我什么随便买，别给我装钱。哎，宝贝儿，宝贝儿。悠悠女士您好，这是季总为您准备的花。哇，谢谢。他都不花时间陪你，这点小恩小惠算什么呀？就是，就这花里胡哨的，有什么好的？你要是喜欢，下次我给你弄更好的，要不要？下次记得喊我啊。你好，这是季总给您的礼物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真是的，上次就随口一说穆内家的这个美瞳好用，结果老季就全都给我买过来了，太霸道了。你男朋友人不在，存在感挺强啊，别不是什么直男审美吧？也就是哄哄你们女孩子行，既不实用又不自然。不过你要是喜欢，下次我再给你买。我挑的这个穆内少女系列主打的就是自然舒适，它戴上之后就是那种天生好看的眼珠子，日抛的包装，干净卫生还方便，怎么就不实用了？哇，真的好自然，对吧？我现在戴的这个是月球松，特别的自然通透，戴上之后有一种楚楚可怜的感觉。哎，我试试这个欲望肌，戴上就是天生显瞳，清护雪峰，还有这个芭蕾粉，谁戴谁温柔，有没有感觉我下一秒就掀你落泪了？哇，你男朋友也太会挑了吧！哦，原来你喜欢这样的，你要的话，我下次也给你买。不用。行，买呀、啊！哎，你今天说了那么多要不要，你是不是特别想花钱啊？你好大方哦，我好崇拜你啊！拿钱吧。什么钱啊？买礼物的钱。哎，你今天这儿要不要，那儿要不要？他要啊，他为啥不要啊？就你会说是吧？就你有嘴是吧？我打你一下，你等着，要要你等着，你讲要不要啊？哎，悠悠，这些美瞳就送给你了，好好整理眼神。这种男的你不风流过年啊？